是求下列各无穷等比级数的和。要求无穷等比级数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公式是 S 等于一减公比分之首项，所以我们要先求到公比。公比的话是后项除以前项，所以第一个公比是三分之负一，它的和的话是一减掉公比分之首项，首项是一，所以这个的话是三分之四分之一，所以等于四分之三。第二小题的话，它的公比是十六分之九除以四分之三，等于十六分之九乘以三分之四约分，所以公比是四分之三。那和的话，一减掉公比分之首项。四分之一，分之四分之三，三。